绝对不能再失败。我要启用巨大空间球，把整个雨林全部吸走。队长，那是秘密武器，而且没完工，要是出了问题，团长会生气。巨大空间球这么强，对付小小一个雨林能有什么问题？不如先试试它的功能吧。怎么试？吸一下我房间的灰尘看看。关键时候能不能不捣乱？巨大空间球，秘密武器。听起来是可以吸东西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对了，盗猎团在泼水节不是用过一个有很大吸力的武器？不好，雨林居民有危险，要马上通知他们离开。等一下，还有情况。这种金属从未见过，而且很巨大，据我分析，很可能是更高科技的武器。就是一只金龟子，大侦探。什么声音？有点奇怪。大家听我说。外星人派来的银河盗猎团要来破坏雨林了，你们要尽快离开。别开玩笑了，雨林被浓雾包围着，没那么容易进来。外星人已经来了，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？那是高科技武器。真的吗？我以一名武者的身份保证。那好吧，通知你们的族群快跑吧。好。听说有外星人要用一个什么武器来打雨林，听说有外星人送什么物资来给雨林，听说外地人要在雨林盖屋子。什么？不是外地人，是外星人，他们要毁灭雨林，大家赶紧走。你说的对，还是走吧。是该走了，吃饱该睡觉了。我要发火了。那只能我们去阻止盗猎团了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。巨大空间球来了，加快启动螺旋桨。带上我。喂，撞树了。不好意思，不习惯两个人飞。好在我身手好，快飞过去。又是这两只老虎。三四郎，收拾他们。可恶，我的拳脚施展不开。我在使用螺旋桨，机械臂没法帮忙。你们这样是打不过我的。根本没法靠近。小老虎没救了吧？好好欣赏我吸走雨林吧。我要你好看。太可怕了，这样下去雨林全完了，快去阻止他。糟了，没电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高科技？威力太大了。喂，你能不能先起来啊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
你现在过去只会被吸走，不能看着不救啊！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嘿嘿嘿嘿，雨林的末日就在今天！可恶，我要发火了！卡卡，你没事吧？小蒋，咦，懒懒、茂茂、橘橘，你们都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大球，怀疑是盗猎团搞破坏，于是就带着族群赶过来了。雨林有难，我们当然要来。谁要破坏我的家，我就用嗓门轰掉他。不好，这道空间球开始吸这里了，大家小心。终于追上你们了。卡卡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盗猎团想用巨大空间球把整个雨林吸走。这个武器太厉害，我们没办法了。别灰心，我们齐心协力对付他们。对。我想到个办法。好主意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小蒋，你们挖一些通往雨林外面的地道。茂茂，你们引导居民通过地道逃出雨林。你背包这么大，会堵住地道的。我怕挨饿吗？懒懒，你们撑木筏带居民逃出雨林。居居，你通知居民们去做木筏。雨林的居民们，请马上前往河边坐木筏离开。居居的伙伴们，请你们去对付巨大空间球和分体飞船。什么？哪来这么多鸟？充好电了。启动螺旋桨。哇哦！警告！警告！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。警告！警告！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。过什么载？给我继续吸！不能再吸了，快减重了。怎么减？我有办法。队长，你现在原地做深蹲。为什么？快速减肥呀，就能给空间球减重了。你在吓我吧。警告，巨大空间球即将过载，将随时失去平衡。只要在失去平衡之前吸完就行了，快吸。过载是什么意思啊？队长，那是秘密武器，而且没完工，要是出了问题，团长会生气。据我推断，波布急着立大功，启动了没完工的武器来吸纳雨林，现在是超重了。那我们有机会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。你快说。不过这个办法有点危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我们武者从来不怕危险。办法就是我们被巨大空间球吸进去，然后大家一起合力让巨大空间球失去平衡。但是还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。你等等。哈哈，那两只老虎也被吸进来了，没人能阻挡我。嘿嘿，恭喜波波大人要立大功了。大家冷静一下，都不来我们这边，大家一起想办法出去。这个巨大空间球超重了，我们加把劲破坏它。真的吗？我们能出去？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能。我数一二三，大家一起跳起来，用力往下蹬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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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？一二三，烦死了！又是这两只老虎，去解决他们。是，空间已失衡，空间已失衡。
什么？为什么又失败？我不能接受。波波，你私自启用没完工的巨大空间球，导致空间球被破坏，预言任务也彻底失败了。团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次都怪三四郎。你是队长，你要对此负全责。我宣布你被免职了，降职为普通队员，立刻生效。团长，不要。